示范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做摆动过程当中拍型的变化，比如说这里有一个虚拟的圆心，那么在做摆动过程当中，球拍所画过的轨迹当中，球拍始终是朝向这个圆心的。比如说这个球拍是一面镜子，那么每时每刻都把这个圆心照进去，那这个拍型就是正确的。到这里也一样，请大家注意。好，背面示范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